我现在去出发寻找小猫咪。哎呦妈呀！看它是不是我手里的万达米呀！嘿嘿嘿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虾虾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。今天拍这期视频呢，主要是因为最近你们都不听我弹琴了，有可能是我自己没有发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打算和大家一起去看看我现在在读的学校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这一年都在上网课，就是我读了一年的书，读了个寂寞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上的学校是长什么样的，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。但是听我的学姐学长们说，我们学校有很多可爱的小野猫，所以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去喂喂它们。我现在打算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宠物商店，给他们买些猫罐头。我们出发吧。好了，现在出门打算给小猫咪买罐头。然后我们到了，这就来了。这里有个小仓鼠，好可爱。它在这里。哎呦，好粉嫩啊！它真的好可爱。它给它塞到了它的食囊里。这个腮帮子是真的好能成东西，你看看看它鼓起来了，快！咱们有十大鱼。哎，你这个两边不对称，哎，你右边要塞一塞的。这边有好多小金鱼。哦，我感觉我在水族馆耶。我现在去找猫罐头。呀，这边到了。这边罐头差不多是一块多一个，现在买十五罐可以打折，所以再买十五罐。好了，走吧。这边有散装的猫砂，我感觉就有点像光是散装的大米一样。我现在去给他买一些那种猫粮，一粒一粒的。如果他不喜欢吃猫罐头的话，还有零食。然后这一罐是。我们家猫比较喜欢吃的，一粒一粒的，还要是吃不完，还能带回去给我们家猫吃。走啦，出发，现在去学校。这里的那个红绿灯杆上竟然有个摄像头，妈咪是难得美国就是有摄像头的城市，大部分是没有摄像头的，就是跟国内很不一样。就国内是每个街口都有很多摄像头，这边是你要是违章的话，只要是小心不要被那个警察给逮到，就没有问题。搞错了，重来。妈咪是难得就是有美国有摄像头的城市，不然中国那个马路上交通摄像头特别多，这边就是全部靠大家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然后靠警察来人肉的逮。看这个骰子桥，这高架桥底下的那个柱子竟然是骰子，绝了绝了绝了！它为什么1点、6点、5点？它有什么寓意？有什么深刻的寓意？156。516，我666666，祝大家都很溜，祝大家每天都很溜。哎，这里的红绿灯是带杆子的，哎，这很难得，就是算是美国城建基建是算是很好的了，因为它是一个杆子的红绿灯，大部分红绿灯它是就是吊在电线上的。到时候给大家看看，要是碰到的话，说到就到，说红绿灯到就红绿灯。哎，看，这个就是挂在电线杆上，然后风稍微大点，它就会一起摇摆。让我们一起摇摆。哎，现在到我们学校的门口了，这里三排椰子树，哎，还是挺气派的，跟仪仗兵一样。这是猫的窗户吗？给小猫看的窗户吗？它是不是里面就放了很多那个就摄像机，它其实在窥探我们，在看着它也在拍我，说明它现在有个人就在后面 zoom in。 我们到啦，阳光灿烂，呼呀。这个整段垮掉。哎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人把口罩摘下来一会儿。小朋友，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啊，我这放荡不羁的发型。我现在去出发寻找小猫咪，不知道他们是爱吃零食呢，还是爱吃罐头。我们学校有一个传说，会有一个神秘的老大爷，然后就他会每天固定的喂这些小猫咪。Let me see， 能不能碰到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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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因为这个车比较多的地方应该没有很多小猫咪，我现在去树比较多一些的地方。哎呀，我看到了什么？后面有只小黑猫。哎，它在对我叫，哎，它过来了，过来了。我来给它吃，给它一把猫粮。哎，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呢？就叫你小黑吧。
这个名字好不走心。刚才吃完了，吃得好快。然后生存环境还是蛮恶劣，它耳朵上都是伤，都是别的猫咬的洞。哦，真的，小宝贝，等会再来看你哦，拜拜。完全不怕我，它还想让我摸摸它。哦，我先去找你的小朋友们，等我回来再看你，好吧？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发，继续寻找下一只小猫咪。拜拜，小黑，拜拜。哎呦妈呀！吓死爸爸了。小黑，背后的楼梯上有只小橘猫，我看我放点零食它会不会把它勾引下来。我放在楼梯上离它近点的地方，看它会不会下楼梯。上面有两只猫，一只小黑猫，一只小橘猫。小橘猫在暗中观察。哎，它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它看到我放它吃的了。哎，你还不是经不起食物的诱惑啊，刚才那高贵冷艳的样子。所以这一个帮派里面有几只小黑猫，还有一只隔壁老橘生的小橘猫，所以我们就叫它黑爪岛。哎，小黑猫下来吃东西了，我这一走开它下来吃。哎，你这个你倒立着吃可还行，这个姿势有点妖娆啊。哎，我后面来了只什么，一只番鸭。哎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我背后悄悄靠近，给大家表演个喂鸭子。番鸭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咦，看它吃不吃我手里的。它不吃它害怕，没事，丢下来给他吃。原来猫这不是、鸭子这么喜欢吃猫粮吗？我们跟鸭兄、跟鸭子还有小橘、小黑，拜拜，小黑再见，小鸭子再见。我们现在离开黑爪党，去寻找有没有别的帮派小猫或者小动物，不知道还没有什么发现。在路上唱首好汉歌给大家听。嗯、什么什么好汉歌什么？河向东流呀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呀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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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前面有好大的一片湖，还有个小喷泉在一直在喷。那个石头，一个雕像，一个石头雕像跑出来，我跟他合个影。一二三，茄子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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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，这边有一些好像很好玩的东西，看起来像秋千一样，我就坐在这吃了。我觉得我要是不弹琴了，去做个吃播博主怎么样？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做一只蚕宝宝，但是蚕宝宝好幸福啊，就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然后它吃的多，人家还高兴；吃的越多，别人越高兴。像我吃的多，我妈不会高兴的。小喷泉真的好敬业，它就一直在这喷。今天也不是什么节日什么，它可能就是它日常工作，就是每天24小时在这喷。我又不饿，我就馋。我补给完了，现在我们出发去找猫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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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里有只小猫咪，好小一只小橘猫。在这里呀，我给他喂一把小零食。哎，他向我走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好多猫都跑过来。哦，他眼睛受伤了，咋架打的？看来你这个有点凶悍呀，兄弟。这个很像那个狮子王里的那个叔叔，刀疤。哎，我抓了一大把猫粮在口袋里，一会儿掏出来一把，特别像那个机器猫小叮当。我就是哆啦 A 梦，小猫咪的哆啦 A 梦。然后我们现在离开这群吃饭的小猫咪，拜拜，再见。哦，他们跟着我来了，我后面跟了群鸭子。哎，那里是个哑铃吗？那是为什么是 U 呢？为什么不是 M 呢？未解之谜。那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是 U 开头的吗？你过来呀，